好，Hello， 各位小伙伴，大家好，我是沈兰，很高兴跟大家见面了啊！给大家带来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期这个突击啊，这一期突击的话，算是一个小碾压局吧啊！前期打顺的话，双方阵容的话都是一样，前期打顺的话还是挺猛的啊，还是挺猛的。好，这边的话，对面应该是打右，应该是问题不是太大啊，因为的话右边突击漏点的话，正常情况下应该要出了，对他确实出了，他来了，他们来了。好，我们这边先点了一个残。好 ，OK， 这边的话我们直接不管，往塔后退。OK， 最主要的是的话，好像我们左边挺关键的。好，两个、三个有没有？这个小伙子的话一顿跑，我们左塔能掉吗？好，掉了之后的话，可以跟他刚一手，选择性的刚一手。哎呦，哦、我天，枪法有点准啊，小伙子，厉害。哦，难怪枪法这么准，原来是用的9A9R 啊，差一点让你给偷了。哎，没问题。好，这边的话压一手，看一下中队的时候突击270血，直接重甲出来就秒就行了，秒就完了，不跟你多逼逼。哎，对，秒就完了。哎呦，有技能的突击就是这样啊，只有突击敢跟他远距离突突啥的啊。刚一手，哦呦吼，穿箱爆头，厉害了老哥，你抓死他就行了，抓死他，中路直接上，压住啊，全场压就行。OK， 漂亮，直接秒杀的话，中路塔应该按理说的话应该能掉啊，但是这边的话有点伤啊，有点伤，因为只有这一个重甲五级了啊，所以说的话是没打掉也没事啊，没打掉没关系。好，这边的话这个重甲还在打兵，让你打兵了吗？这兵打的，不过这兵打的不亏啊，这兵打的不亏，没什么毛病。好，这边的话是他啊，卖爆了小中甲。哎，这边的话，哎，突击中甲上就行了，上就完了，干就行了。好，给他秒了之后的话，行，继续来呀，中甲怕啥呀，怕个球子呀，直接上。哎呀妈妈咪哟，你们不用飞他呀，你们安静的上你们塔就行了。好，这时候的话我们直接推掉了之后看一下剩下的肉。哦哟，九级打四级哦，爸爸打儿子哦，这就有点难受了呀，这给压的。对面其实现在就是在等这个飞机，如果等有个飞机的话能反扑一波，最起码升个五级，要飞了，最起码能升个五级啥的。好，我们先打人加收兵啊，把人给杀了之后看尽量能收兵啊。对面终于忍不住飞机了啊，总共飞了一波飞机，好像对面现在只有一个五级的啊，其他人还是没五级，因为他们没兵收啊。好，中路小兵一收，下波飞机又要来了啊，再收12个小兵就直接都飞机了。刚刚对面的飞机那一波飞机的话，我也说实话我也没怎么看。好，我们先把这个兵先一收。哦哟，这中甲一个人就上啊，后面还有人。好，先把你这个残了给，哎，怎么是个残的在顶的炮呢？这有点伤啊。好，这个突击在家卡我们。哦哟，这个突击。哎哦，这在呀，我以为你不在了。好，这波飞机要飞是吧？好，要飞，我把自己家盖了。好，一丝先给他秒了之后的话，我的天，刚飞完一波飞机，小兵又24个了，这对面难过成皮皮了呀，这怎么玩？这有点难玩，你直接上，我补枪，你别打人，真的，你上高塔，老哥上高塔，给机会。别追人打呀，我的天，上高塔，舒服。哎，早点上高塔的话，这高塔基本能掉，那两个重甲如果能配合好的话，上这波高塔的话，这塔应该是能掉。好，这边的话我们不管他，直接压加。哦哟，差点别让他给我弄死，我的天，有点刺激啊，2打1是吗？好，我让你们2打1，我等会儿的我再去收兵啊。对面这时候的话只下了两个塔。哦哟，他没在收兵，我死你死之前把这个兵都收了。好 ，OK， 我送塔，完美，非常完美。好，火炮站住，完美，行。对面怎么玩嘛？飞机又要来了，火炮左边给个两炮，或者右边给个三炮，直接来一波飞机，直接结束就行了，不叨叨些其他没用的。好，右边二塔应该是能掉啊，应该是被掉了。好，只开了两炮，三炮能开吗？好 ，OK。OK， 他们感觉对面想左路靠一波呀，我感觉有那么一丢丢像啊，我们把他放进来打，对，把他放进来打。好，给他搞掉之后的话，这还有个突击，把这个突击秒了之后等一手。哦哟，你看这小兵都跟到这儿了，这都是钱呀，这都是等级啊，这都是啊，
这都是经验呀，这都是等级啊，对不对？好，这边飞机的话说的有点问题啊，没上高塔就刷人头刷的太开心了，都高塔都不上了，对，直接顶着人直接上高就行了。我们两个双突击在疯狂补枪呢，好，剩下那两个都重甲上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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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直接推掉啊，就是这样啊，如此轻松简单。各位小伙伴，如果说感觉我的视频不精彩啊，你感觉你打得更溜的更牛皮的，大家可以把火线时刻云文件直接发到我 QQ 745630啊，我的唯一 QQ 的话是745630，希望各位小伙伴能够关注一手啊，订阅一手。他们不应该左路靠，他们要飞机了，他们不应该左路靠，左边去了一个重甲一个突击，他们不应该左路靠，应该中路或者右路靠。好，我们家这个重甲是猫上去了啊，猫上去了。他们这波飞机的话仅仅是破了一个二塔，应该是好 OK。 哦哟，上的有点东西哦，有点猛哦，有点猛哦。那你们只有一个突击在补枪，好，行，把人给秒了，再来一波飞机。哎，飞机可以不要太着急，现在的话就随便飞人头就 OK 了。行了，不给大家说了，爱你们，么么哒。我呢永远是最爱你们那个小娜，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，拜拜，各位小可爱们。